给咱们推荐一个很漂亮的这个朱砂手串，哇，看这个，好漂亮啊！这个颜色，它是有这个认证的啊。像咱们女生就要戴这种朱砂的饰品，就是你平时经常熬夜的话，或者是睡不好的话，就可以佩戴这个。看，这个光泽真的是很好，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项链、一个手串都可以啊。